这个呢，就是我以前台湾肿瘤的样子。这张照片呢，我觉得一直留着也好，时时刻刻的提醒我自己，不要再变回这个样子了。那我从台湾肿瘤变成台湾孔瘤，就是靠这两个。晚安定，还有这个日安定，晚上的时候就吃这个晚安定，早上起床呢就吃这个日安定。什么顽固的脂肪堆积啦，睡眠不好啦，新陈代谢不好啦，我跟你讲，这两盒全部帮你一一击破。消肿之后真的会比较健康，出外景啊会比较舒服。早上上厕所那种解放的感觉是这么好。昨天我爸跟你讲睡前要吃什么？当然记得，睡前要吃晚安定。你还遗漏了一点。早上呢，你要吃日安定，先击破再崩解，因为这个里面呢有日本 IMD 击破纤维，一一击破你的顽固堆积，还有呢韩国呢专利的享受菌，让你也不是问题。昨天给你看过的，时时刻刻拿出来警惕自己。其实这个日安定啊，还有晚安定啊，是洪恩哥介绍给我的。你想想看，肥龙变飞龙。肿瘤变成现在的孔瘤，日安跟晚安，一次拥有，一次击破，好眠跟代谢呢，通通跟着我，让你这个台湾孔瘤顽固不了。